这幅新作品反映出中国民众对日本政府单方面决定以排海方式处理福岛核污染水的担忧和不满。事实上，不仅是中国，日方行径已经引发多国政府、国际组织、全球300多个环保团体和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和严重关切。日方为了省钱，单方面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海，极不负责任。日方错误决定在先，我们抗议在后。日方做了坏事儿，还不让别人说吗？全世界抗议不是一天两天了，日方一些官员一直装聋作哑，为什么对一幅插画作品气急败坏？至于你提到的我是否会删帖并道歉，可能你已经注意到我已经把这个推特置顶了。插画反映的是正当民意和正义呼声，正是日本政府需要撤销错误决定并道歉。